京畜生。没办法呀，他已经是好串了。怎么这样？太过分了，怎么可以这样呢？你怎么说的？是他的背景音。十七呼唤机的话，以三十级的数量，当机你能改变命运，一切无聊的幻想。就用你有手的 IP 面板，一天限制不加真情，七开枪都拿好菜鸟。真的吗？你要不要？我都是他责任的。像我这样的人，真的可以做到些什么？真的可以改变这样的结局吗？当然了，那就快开与我签约吧，成为魔法小子。